老神儿，俺想吃四果糖，要热嘞。阿哥，这四果糖没那么的加小的啦。俺不管，俺就要吃热嘞。没你去问老板啦，肯定没那么的按你走的啦。老板，四果糖，俺要热嘞。小的四果糖。哇，小家办话的。哦，小的四果糖，来呀。四果糖。好吃，讲究，中。